玉信章明艳凤，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人生的道路。我自己个人从小就是在一个很困苦的环境长大，我的梦想就是一直想要赚大钱，想要赚钱跟爸爸妈妈分担家计。因为爸爸妈妈说真的一辈子辛苦抚养我们八个小孩子长大，我心里在想，书读得不好，最起码你要学一技之长，你才有办法去赚大钱。所以当我国中毕业的时候，也在家里过了一段时间，就是我们乡村是做斗笠的，就农夫带的那个斗笠，那到了一家美发家庭去比赛，就是说一天就是互相激励，一天可以做多少点。那做啊做做一段时间了，因为那是美发家庭的一个姐姐，就有那个推销美发用品的材料行的人来这边送货。那这一句玩笑话中就问啊，恁家查埔囡仔遐尼啊多，有人要学做头毛无？安尼啦。啊，我那时候也一时兴起想，哎，学一技之长，我在想应该会更好，那就从此就踏进了美发这个行业。那在那个过程的时候，我们学美发是很辛苦的，要学3年4个月，然后只是在老板娘那边混三餐吃饭，然后。刚开始一两年只有50块钱的薪水，那学徒不像现在学徒很自由，我们包括所有家务事、带小孩还有照顾老人家，那都是学徒的工作。那在这个过程我换了好几家，就是学徒学3年4个月过后，我就换了好几家，一直从学徒出来跳到助手，助手就跳到师傅，这样你才有办法把薪水提高。我就跳到另外一家做助手，助手也是一个转捩点。当那一家的助手的师傅，老板娘本身不会，她还是都请师傅，然后那个师傅就可能跟老板娘闹别扭了，那师傅跑走了，我不得不升级变成师傅了。在那一转折，人生的梦就开始慢慢在实现了。然后就那边做师傅做了一段时间，我在那段时间我自己也练就了很多的，就是学到一些技巧，我认为我应该是成熟了，我可以开始掌握，就是说我自己来开一间店。然后我就应该那时候在20岁的时候就自己出去找店，然后就我自己的梦想，老板娘的那个日子开始一路这样子走下来。那在开店20岁开店的时候，说真的，那短短那几年，对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来讲，确实是，让很多人感觉说，哇，这女孩子真的不是那么简单。那在那个过程哈，爸爸妈妈本身是务农的，我们自己家也没主产，那爸爸跟妈妈他们都必须到那个台中的那个东势梨山啊，去里面跟原住民租那个水那个梨园来做。那爸爸妈妈也把我们家的，我们有8个兄弟姐妹，上面的就2个姐姐一个哥哥，那我下面就一个妹妹，一个3个弟弟。那妹妹也跟着我学徒，因为我开店嘛，那就跟我学徒。那3个弟弟刚好一个也是国中啦，啊，2个就国小。那时候我每天早上就是要起来，先准备早餐给3个弟弟吃，然后骑着一台摩托车。那时候在那个社会哈，那个时段，有一台摩托车，
是尤其是女孩子要骑摩托车又要载三个弟弟去上学，哎，第一站两个弟弟是国小，第二站是国中，那个骑摩托车的路程应该在也20公里以内的啦，我据我所知那时候这样子，我前前后后也过了好多年，一直到我开店，说真的以那个年纪开店，对乡下的欧巴桑来讲是竖起大拇指的，那个一直帮我介绍了很多男朋友，然后缘分吧，那有幸也认识我老公，那在老公我们交往一段时间就组成了一个家庭，然后因为老公的工作，所以我们也搬离了我开的那个店，然后就开始又变成说我们的另外的一个人生的那个目标了。婚后我们自主家庭过后，跟老公，因为老公是那时候是荣工处的算公务员，那因为他是测量师，他需要调到某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因为结婚短短几年，我们搬了四五次的家，好，然后想想，小孩子已经出世了，这样搬家也不是办法。那我就说真的，个人来讲是比较主见，比较有眼见了，就想说我长期这样搬家也不是办法，然后我就鼓励老公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工作辞了，我们来去找另外一份工作稳定一点，我们才能够购置属于我们自己的家。那时候一个朋友也是在做家具，那他鼓励我们说去学，我老公去学沙发，那我还依旧做我的家庭美发，那就把荣工处辞了。那在这个过程要寻找一间店，然后小孩子没人带，那我就带把我的小孩子带到我舅妈那边去，我舅妈是住在丰原，那因为舅妈跟舅舅听到我们说啊，把工作放了要去做鞋做沙发，那我舅舅他是药商，那舅舅给我们一个很中肯的那个意见，他说一张床给人家睡，你卖一张床给人家睡10-20年，好，那你要靠这个卖沙发床来生活应该是不是那么容易，那舅舅就建议我老公说啊，刚好苗栗的7块西药业务有欠人，你要不要尝试看看啊？那时候我老公说真的也很勇敢，他一头就钻进这个西药，从完全对药理完全不知道的，他要记日本的名字，还有西药的学名，还有英文各方面，他都从头开始。那我们为了要配合，刚开始老公是骑着摩托车台中苗栗这样上上下下的上班，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想说这样子也不行啊，那我就跟老公讲，不然我们来苗栗租房子固定下来。那在找房子的过程中，说真的我个人也很挑，好，我找了4-5个地方还是找不到点，那一天还是没找成，过了几天我又再来苗栗一趟再找，到最后我找到，我看来看去苗栗比较适合我们住的，我觉得是文化中心那一带，因为我也想到小孩子的成长的环境是很重要，说起来也不像说，就是以前有看了一则历史故事，就是孟母三迁呐、啊，可能我没那么伟大了，但我有想到说小孩子哈，真的环境会造就小孩子的一些文化气息。所以我坚决选定了在文化中心这边定，就是租房子租下来，也一直以美发家庭美发为那个帮助老公这样子，然后有机会我就会牵着小孩子啊
到文化中心去看展览啊，看任何的那个活动啊，诶，无形中觉得艺术是能够让人赏心悦目的。那也文化局也办了一些水墨画啊、油画啊，我也是从那边开始接触。说真的，对我们这个没读书的人来讲，要走进艺术殿堂很像是不可能的事情啊。然后就这样子玩啊玩啊，玩到其实油画也画蛮多年的啦。那我们江老师也是很用心教啦。那当油画画了几年的过程，又碰到社教站，又办了很多活动，我们又跟老公又踏进那个社教站的那个区块，从竹雕啊，然后陶艺啊，然后就哇，当我接触到陶艺，这才是真正我要的梦想，我就一头栽进了这个陶艺世界，一玩就玩了20年。刚开始也是想说，玩玩家里的生活器皿就很过瘾了，没想到说，在我创作陶的时候，老师，我的黄明香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他看我玩了一阵子，他说，张一凤，你真的是玩陶的料子呢，你没有玩陶很可惜啊。那我就给老师这样讲，像心里就有点感觉说，如果说我真的认真玩，是不是会玩出名堂来？那段时间我就创作了有关原住民系列的作品。那个作品本身是因为原住民在我印象中他蛮喜欢喝酒的，那喝酒他们就会做小米酒嘛，那小米酒也是自己要做器皿才可以装。那我在做那个器皿的时候，想想那个瓶子做好了又没盖子，突然间给我想起来，我就用原住民的头来做盖子就好了、那我就雕了两个原住民，一个女的一个男的，雕起来给他当盖子啊，感觉还蛮不错的耶，结果我就第一次陶艺送出去比赛，哇塞，就佳作，我那个成就感就来了。然后就这样一头就栽进去玩陶啊，玩那一次佳作过后，我就一系列也说真的啦，天马行空，其实玩陶真的是可塑性还蛮强的，我就天马行空的玩，当有一阵子玩，刚好又碰到我自己的爸爸生病，然后在医院待蛮久了，待了全身就是身体很多地方都长褥疮，那时候看到心很痛，为什么一个爸爸为了一个家辛苦了那么大半辈子，现在已经是快要享福的时候他来生病。在那个感动之余，回家就用自己的想象之前爸爸常为了这个家庭愁这个三餐下一餐的食物在哪边，就坐在一棵大树下，就像这样沉思的一个动作，我就把那个爸爸的样子做下来。其实那时我还没有认识一个艺术家叫罗丹，那时候过了很多年，应该10来年，有一次在台中看了这个罗丹的作品，哇，原来大师也做了一件叫沉思。我心里在想说，可能我那个有一点那个艺术家的天分吧。那有一天把这件作品拿到文化局，我们是参加苗栗协会，那我就用我的陶艺去展览，结果我就带着我爸爸那一件沉思去展览。那又来了一个机缘，当我那件作品去展览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汤润谦老师也去看展览，他看完出来他就招招手 招我过来说，你对陶艺有兴趣，那你捏人物有没有那个有没有经验？我说我完全没有经验，
我只是在捏我的一个故事。好，他就说你可以来跟我协讨，因为汤润清老师他是严 K 的老师，他是艺术，就是艺术学系毕业的老师，他是在人物来讲，他是雕佛像啦，雕人物啦，他是在我们台湾来讲是算蛮有算大师级的。那我就一头栽进老师那边学人物啦。那老师在老师那边捏陶哈，我回来我在老师那边捏也很认真，回来我自己要求我要认真。当我在老师那边写什么，我回来我一定会有作业，因为在老师那边做，老师会帮我们修。那你就不知道咯，你到底能够拿捏多少？那我回来我自己还会有做作业。那阵子就雕了很多有关，佛啦，哦，观音啦，哦，好几件。那老师也有暂停了一段时间，那我就个人就回到家里自己创作了。那时也是兼顾家里带小孩，然后也是家庭美发。那个过程也困扰我一段时间，我要创作什么。那就是有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我们的黄明祥老师的同学，李龙潜，他到我们家来，然后跟我聊了有关艺术这方面的。那李龙潜老师他是一个大师级的，他是装饰艺术的那个很有名的老师啊。那在聊天的过程，我就跟老师讲，老师我捏不下去啊，你不知道要捏啥呢，捏来捏去嘛，较捏嘛安尼。啊，老师他就看到我的作品啊，看到我两只鹅很可爱，他说：“燕子，你不要想那么多，你这两只鹅就比那些艺术家来得更有味道。”他说：“你就用这两只鹅去延伸，做上它100只。哦”好，说真的，老师这样一讲，我也很乖啦，连捏3年的鹅都是用手捏。那在那个手捏的过程，展示在我们家的客厅。又多了一个因缘机会，就是朋友来到我们家，看到我怎么地上摆了那么多鹅，就又把我推到另外一个世界。他说：“欸，燕子，你就无艺术呢，你咧会晓捏土，你也未晓讲开班教一寡囡仔安尼。”他就把他的那个3个侄子啊带来给我教，从此我就踏上教学的路线，其实是无心插柳啦。那在那个教学的过程，其实是教学相长，小朋友的想法还有他们的纯真可爱，也带给我很多，我能够从中学到很多东西。那完了教学教了第2年，刚好我们的救国团的那个救国团本身他就办很多活动嘛，文艺活动或是那些，结果我看一看，哎，之前就有陶艺课，为什么现在没有陶艺课呢？我就自我推荐到救国团那边去应征。那我一定先跟主办单位讲说，我是不是专业的，但我很喜欢陶，我会很把我所有的就交给小朋友。结果那个主办单位的小姐跟我讲，我们不是要协科，就是有协科很专业的，我们是要一个认真的老师。嗯，他就跟我讲说，只要你把小朋友带好就好。那我就家庭也教，救国团也教，这样连续教下来，我慢慢也走进社大进去。这就是我的陶艺的路线。在那个过程，就会有一些想法，从小孩子那边也学到了一些天马行空的那个概念，然后自己也是因为身为一个妈妈嘛，那在那个过程有一阵子也是苦想法说要做什么，就翻了那个以前小朋友的相片簿啊，那个相片，我小女儿的相片就坐在那个草皮上，
就觉得还蛮可爱的，就想说，哎，好，我就先捏那个小玩偶出来，结果自己感觉说，哎，这个小玩偶捏的还蛮自然的，那我就从那一个地方开始延伸了，延伸第一件作品就用七坐八爬，小朋友会经过这个过程嘛，那我把它变得抽象了。在那个抽象的过程，它看起来是很纯真、很可爱的，然后就去拿到文化中心去比赛，结果一比，哇，第二名，老师给我的评语，我就很感动。好，那我就开始一系列的，就童言童语，然后只要我长大，我的人物系列就一直出现了，那也蛮。自己也是从那个过程也一直去给他就是做出自己感动的作品，我甚至常常在创作时我还会跟他亲亲，也是吹气的，看气有没有通，因为我们的桃吼是要气要相通的，不然进窑烧是会炸掉的，在那个过程是在享受的啊呢，所以我的人物系列就这样子。我常跟我老公讲说，人生有梦是最美的，可是人生也是多变的，你要活得精彩吗？就看你要不要，你就不要原地踏步，你要抓住方向，你就要勇敢的往前走。好，那说真的，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不是说挺聪明的，尤其像我来讲，我是完全靠手艺来发挥我个人的，也不算很专长啦，但我努力。那我就想说，只要我勤能补拙，有一天我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我会走到我想要的那个点。虽然说路途很遥远，困难重重，也曾想要放弃过呢，因为说真的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也问过自己，燕子你是不是很自不量力啊，玩那么大，有可能吗？但我心里告诉我，你要心头定下来，只要你肯做，至于有没有成功，可是你已经做过了，你有做了，那成不成功在于缘分，至少我要给小孩子一个很正面的人生哲学，还有妈妈跟爸爸都会那么用功的朝自己的目标走，我相信我的小孩子看到爸爸妈妈没读什么书都有人生的目标了，给他们做一个小小的榜样吧。